随可疑物品经确认为中华香烟。中华民国109年8月12号，地点在举关东莒林右屿，现在查扣一艘走私船，目前在确认可疑物品，中华香烟，可疑物品经确认为中华香烟。发生在12日，马祖海巡队接获凤山查缉队的请示，近日将在东引海域有不明船舶接运食盐，即由军方区指挥，并以雷达监控，最后在晚间由本队的2036艇及 CB 艇在举光的近限制水域里面查获一艘无籍的大陆渔船，近期点船上有1334箱的未税香烟。是马祖有史以来查获最大的香烟走私案件，全案依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《烟酒管理法》及《海关禁止条例》扩大侦办。这是第3次广播。